来了来了，他们真的来了。欢迎！你们好呀，我是你们的海燕老师，这是你们的同学肉肉。嗨，老师，你都不用介绍了，我跟肉肉，我跟他很熟的，是吧？谁跟你很熟的？我明明跟猫猫最熟。好了，那大家今天既然都认识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是。由于肉肉呢刚来咱们班时间不长，所以我们要从油糕跟猫猫中间来选一个班长，我跟肉肉来做裁判。好，比赛的内容呢就很简单，就比赛你们的懒。来吧，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哎呦我去！哎呦哥，你该去吃饭了啊！我懒。我不是吃，谁愿意吃饭？我也懒，我也不去吃。这沙城也不管走呀，好饿呀！真是把懒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我懒，我更懒。哎，我这有辣条，你吃不吃呀？我不吃，我不想动，我懒，我还是喝多。那我继续吃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算了，够不着，我不吃了吧。我要吃，我要吃辣条。我要喝水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比懒都比上头了，肉赶紧扶着去医务室呀、啊！啊，快，油糕，哎呦，快起来！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更懒呢？欢迎关注肉，今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